要投篮的时候，你的右脚脚尖就一定是对到篮筐。对，自己的右跟右脚脚尖。手用力会改变你投篮动作，然后到100%的时候是顺势刚好做出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就顺势做出动作，右边固定了以后，你这边投篮都固定以后，左手就直上来做辅助，然后脚力蹲下去，然后再往上面。